佩戴缅甸琥珀有什么好处？缅甸琥珀所有珀种都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比如硅、锰、钙、铁、铜、钠、锶、钴、碳等。如此多的矿物质对皮肤起到一个保护作用，且内含有琥珀酸，有利尿通淋、活血化瘀、镇静安神、促进血液循环、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功效，你学会了吗？